哎，枸杞，小小年纪谁吃这个？最近作业太多了，还是补补吧。没想到干吃也不错。加温了，要不是个枸杞汤吗？对呀、放点枸杞，放点可乐。Later。 哇，好香啊！一口枸杞，一口快乐水，太爽了。给上铺也来点，再给他放一点蜂蜜。刚做好的枸杞汤，快尝一下。这是你做的？这味道好奇怪啊！饱了，有没有吃的？竟然不理我，好啊，看我没法攻击。哎，这是什么？看起来是大米。天气这么冷，做个八宝饭吃吧。加入105度的开水，八宝饭我喜欢吃甜的，蜂蜜多来点。哇，好香啊！先尝一口。等一下，千万别吃，吃了会出大事的。啥？为什么不能吃啊？这么多海鲜，好久没吃了，准备好多了。大贝壳、小海螺都是我喜欢吃的。我去，怎么都是壳？这还怎么吃啊？这些不会是上铺吃剩下的吧？好啊，伤了我的小心脏，那你可别怪我。必须多来点，再来点蚝油。给你留了碗海鲜汤，快尝一下。我靠，你们做的是什么？我想去看魔术表演。这么多钱，魔术我会啊。Nice。 这可是我最后一刀了，全放进去，再放点水，怎么剩3:26？ Later。 我去，怎么变大了？难道这就是魔术？好神奇。那当然，捏起来 QQ 弹弹，要是再多买点，弄得熊美，那我就发财了，对吧？我去，这个不能吃，吃了会出事的。哎呀，哎，小美，东北那边下雪了，你要去东北旅游？马上就要考试了，然后你在宿舍也能看到雪，多放点烟，再来点水。哇，真有变化。不过就这点雪，这还不够，看，我还有个神奇宝贝，别眨眼哦。哇，原来在宿舍里看雪这么浪漫。我靠，你饿疯了，这不能吃。这也太好吃了，根本停不下来。哎呀，快帮我拿一下，我有事出去一下。好，那你快点啊。哇，好香啊，该不会是香水吧？竟然是我一直想吃的玉米。可是上铺还没回来。没事的，就是一点。对呀、可是。怎么跟蜡烛一样，又硬又粘牙？对，这肯定不是玉米。有谁吃过的？可以告诉我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吗？我去，它好像回来了。睡觉，快点。这不是给猪吃的吗？好啊，上铺这是把我当成猪了。我哪敢啊，用热水冲一下就能吃。哎，还真有变化。哇，好神奇，居然变粘稠了。哎，一股清香味，尝一口，又甜又粘，还挺好吃的。宝宝们，有没有谁知道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 Nice。 快点。哇，这么多巧克力，每一个都好大，看起来不错，那就做个巧克力汤吧。据说巧克力汤特别好喝，你喝过吗？哇，好香啊，馋死我了，先来一口汤。怎么有股泥汤的味道？你这巧克力不会在土里捡的吧？什么巧克力？我没有巧克力啊。什么？那这个是？快点，我去，这是，居然是彩虹糖。哥哥，这可不是糖果，你可千万别吃。吓唬谁呢？这分明就是糖果，我上次吃这个还是在上辈子。我去，怎么咬不动？我靠，这么硬的糖果是给人吃的吗？你快告诉我这到底是什么？问问你聪明的粉丝，他们肯定知道。快点。哎，这是小葡萄，葡萄哪有这么小的？这肯定不是。有谁认识的，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。我去，比海水还咸，用水泡一会儿。哎，怎么还变大了？脆脆的，还挺好吃的。这么神奇的美食，让上铺也尝一口，给他加点小料。反正他也尝不出来，尝一下这个小葡萄，老好吃了。这么大，这是什么？点，看看。哎，这是什么？五颜六色的，难不成是小面包？也没有夹心。这面包还能拉丝？我知道了，这一定是棉花糖口味的。这个是菠萝口味的，这个是火龙果。我去，全是我喜欢的口味。那先吃个苹果味的。哎呀，这样别吃，这个是大事，这个不大事。不能吃，只能吃面包，那是什么？我去，这是什么？石头。好啊，拿个石头就想糊弄我。哎呀，你先尝尝。对的，现在评论加油，会触发神秘特效哦，快去试试吧。那就煮个石头汤吧，小时候经常喝。哇，看起来不错，甜甜润润的，是妈妈的味道。哇，真香啊。哎，这是蓝宝石。我去，发财了，这到底是什么石头啊？哎，这是葡萄。这才不是葡萄，这个在哔哩哔哩搜，据说葡萄果冻是1块钱一个，看起来好诱人啊。对了，现在评论加油，会有人来安慰你哦，快试试吧，先尝一口。我去，哥哥谈谈，入口即化。再来点快乐水，这个在哔哩哔哩搜，零杯可乐才3块多一瓶。好甜啊，太好喝了吧。哎，你怎么不用牙签啊？都给你。啥？还需要牙签？我去，这是土。兄弟们，再穷也不能吃土啊。你懂啥？这土真挺好吃的。连土都吃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就吃，没事就没。对了，现在评论加油，会有人来安慰你哦，快试试吧，这个很好吃，再尝一口。我去，太硬了，用水泡一下试试。先喝一口。我去，怎么是甜的？还真不错。快告诉我这到底是什么？嘿，你问你聪明的粉丝。饿死了，饿死了！哎，谢谢你。哎，这是五颜六色的蜡烛。傻子，这是我最爱吃的糖。糖？哎，是夹心的，看起来不错。我靠，怎么有股塑料味儿？不过这个夹心是蓝莓酱吧？那这个肯定是草莓酱。哇，这糖也太好吃了！快告诉我，这是什么糖啊？你问问你聪明的粉丝。这么大的彩虹糖，竟然和可乐一样大！我去，这不是糖吧？这里是蜡印，这怎么吃啊？你买的这个到底是什么？反正不是吃的。啥？不是吃的。我去，伪消薯片，这个在哔哩哔哩搜天味美食才6块多一盒，现成的谁敢吃啊？对呀、对了，现在评论央许愿会触发神秘卡片哦，快去试试吧。哎呀，算了，辣度总比饿子强吧。我去，辣死我了，还好我有这个，这个在哔哩哔哩搜柠檬可乐才3块多一瓶，冰冰凉凉真舒服，魔鬼辣不过如此，这些嘛就留个上铺吧，睡觉。哎，糖糖发财乐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永糖，这你都没吃过？什么？这是永糖？对了，现在评论央许愿会触发神秘特效哦，快去试试吧。我去，长在弹簧上的糖，好神奇啊！哇，一股葡萄味，面粉好吃又好玩。怎么样，过去的糖好吃吗？我靠，过期，饿死了，饿死了。哎，都给你。
去，这么大的彩虹糖竟然和菜刀一样大。对了，现在评论烟花喜悦会触发神秘特效哦，快去试试吧。我去，这么硬。我去，比青菜板还硬，这不是糖吧？这到底是什么啊？肯定不认识的。啥？不认识的？哎，调头膏，这个在 PDD 搜上行斋才7块多一包。对了，现在评论我的2023会触发神秘彩蛋哦，快去试试吧。哇，竟然是黑芝麻馅的，满满都是料，又香又甜。你在试什么？给我也来点。好嘞，上铺喜欢重口味，这个在 PDD 搜熊男食品专营店才10块多一包，非常划算。给他多来点，给你留了点。接着，我靠，馋死我了。我去，这么黄，这是什么？看起来好像是中药。对了，现在评论我的2023会触发神秘彩蛋哦，快去试试吧。有人喝过这个吗？评论区集合。Later。这怎么有可乐味啊？这口感难道是可乐味的中药？又甜又香，还能预防感冒。哎，我那东西饮料呢？我靠，饮料！我呸！我去，这是什么？看起来好像是五角星。据说这是福建的一种水果，很好吃。水果？还有这么奇怪的水果吗？有人吃过这个吗？对了，现在评论2023我的小成就会触发神秘彩蛋哦，快去试试吧。我去，好酸啊！不过它竟然满口爆汁，它的水好多啊！再吃一口。我靠，把我的牙都酸掉了，这么酸，这真的是水果吗？哎呀，不是，你忘了你粉丝。所以这到底是什么水果？哇，弹簧餐餐乐，这个在 PDD 搜广达果装才1块多一个，据说有好几种口味，这个是草莓味的。对了，现在评论我的2023会出现神秘卡片哦，快去试试吧。哇，和弹簧一样的棒棒糖，有人吃过吗？我去，又甜又好玩。对了，再来点上铺的快乐水，这个在 PDD 搜柠檬可乐才3块多一瓶，太爽了。哎，怎么那么疼呢？我靠，睡觉。